帅男友劈腿好伤人，小珍却对这位帅哥跃跃欲试。他跟我说他要跟国中同学去打球，因为我会帮男生买衣服，他就整套就穿着我帮他搭配的衣服。旁边是一个女孩，现在看男生你就觉得帅还好，帅的会劈腿，但你长得丑的也会啊。帅的看丑你也会觉得他不帅。我觉得梁朝伟每天给你看，你也会觉得梁朝伟，我愿意试试看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